大爱剧再见斗牛老师，这么简单就想放弃，没有那么容易。他是热血教师李信义。你们想要退出篮球队可以跟我斗牛，赢的话随时可以离开。他立志要成为一个被学生需要的好老师。谢谢老师。人哦，做老师是足轻松的，啊，今日做到这尼啊拼命。我希望呢，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餐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提到有关于学校或是学生的事情？每个学生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，只要不放弃，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。这位充满热血的斗牛老师，是否能用爱翻转孩子们的人生？大爱剧《再见斗牛老师》，3月29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。